干啥呢，香龙？捣蒜。真能干。我想来。姑姑。嗯。您看，瞧那个桃着给弄吗？啊？瞧要是桃着给弄。人都出来了，估计过来干要是。大来吧，看，哎呦，危险了。哦，大手，大力推这个，不好玩呀、啊！你太放散了。也不特写谁了，特写你啊！你看我拍的好，看我来的好吧？现在看的是你的脸，我你弄的什么呀？洋芋馍馍和乐乐，好吃吗？你今天尝一尝。你们东北这样吃吧？没有，其实还是土豆淀粉搁面上就能炒出来是吧？哦，今天来的光棍儿给这个光棍儿太结实了，都叫给吃都不是头尝尝看头完了头完了嗯这一回来嗯因为这就是但是不照来了这年终于头尝尝呀，从昨天开始头尝尝开始，基本上。拿过来尝尝，就这上款子的人，第两天头。那是和平几的了？完了。都头完了。哦。那都过来。头完了就带到了。平常给进个，那四十是拿个那个耙子，就开始捞起来是吧？捞我的心。厨房里到哪边？到我。这个光放生姜，这都要放的，嗯、都是不好点的。等等，我吃对了。哦，这个就是包个点吧，包个点是的，你放出来，你放来你喝。怎么吃呢？哦。锅就炒过，表面。炒过，等下你的。嗯。等下多少菜？这个。煮了。这是烧火，江州的客，来，江州的客。那苍凉浑厚的黄土高原，山野间远远望去，已经红了的桃花开始提前染红这片土地。2018年过完年，第一次回到姑姑家，他们依然重复着高原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平凡的生活。完全没有厨房经验的我，也想着慢慢学习做点家常饭。无论生活给你怎样的挑战，你只需默默耕耘，剩下的留给时间。